如果能够的话呢，我们两个那个影视部会影视业连同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精英名厨大师，或者在明年来一个马中美食节，来配合马中建交50周年大庆，让这个大庆呢更能显现凸显两国的这个文化和民间交流，以及使到呢这方面呢能够迈向更高点。厨神的巴塞，巴塞你好，未来更好。是排到你的手上了，就是龙虾，龙虾可做的是吧？龙虾可做，对对，龙虾的可做是吧？一个秋天过夏天，一年四季都热，一年四季都热。文华东方是新加坡的公司，是这个是真正它的总部是在香港。香港，那你们上海可以公司的，那最好的全面最好的公司。啊，这样呢，麻烦讲解去，他怎么检查？是这样，用，我来一个。